之前有消息爆出，称蔡徐坤将与国内多名著名艺术家前辈在9月6日晚为大家奉上一场盛大的演出。央视将对此次大联欢进行全程录制，之后会在央视3台综艺频道播出。9月6日，蔡徐坤工作室突然发表声明，称蔡徐坤因嗓子突发不适，无法完成此次节目的录制，向媒体朋友和粉丝深表歉意。对此声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表示理解，同时希望蔡徐坤早日康复，称没关系，以后继续加油哦，都会理解的，照顾好他，照顾好身体，期待下次更大的舞台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